开饭了，家人们，海带打饭包，几天不吃就馋了，好像小门帘这个海带。小馋猫，几天不吃打饭包就馋哈。我先给你来一个了，哎呀妈，正这么大。这里面是我拌的土豆泥，拌的牛肉酱，有没有食欲，家人们？还有香菜，还有葱。先给我老公来一个。哎呀，海带打大饭包。哎呀，老公。香不香？看看家人们，好吃死呗！太香了，再来点牛肉酱，这里面已经放了，海带整大了，没事。主要是我媳妇做的不好吃，主要是所有食欲。